度身修改内衣咁好，仲可以无限次修改 ，size 由最细嘅70A 大到105I 都有。今日咧同大家嚟到尖东咧，系介绍一间女性内衣店。咁我着完之后咧，实在觉得太迟先遇见佢啊！如果唔系我介绍你哋嚟啦，我谂你20年咧都唔会行入呢个咁旧式嘅商场噶。我覺得咧呢度嘅內衣咧，去量身去幫你改咧，其實係會貼身好多嘅。妮妮內衣調整型內衣主要是在台灣起家的。那量身內衣的意思是說，因為每個人有大小胸、脊椎側彎，或者是因為生活作息不一樣，導致於他的身形會不大一樣。那我們會因為修改的部分，讓那這件內衣比較符合每個客人的身形。同埋咧，佢哋啲同事咧好專業，佢就咁睇咧都睇得出我咧係啲骨頭啊比較圓身嘅人嚟噶，即係好容易個邊位頂啦，同埋側邊咧又係覺得好頂，同埋個邊會捲起，咁佢睇得出喎，竟然仲幫我咧喺側跟咧加咗海綿啦，咁所以而家著起嚟咧就會覺得冇咁頂啦，亦都唔會捲起，成日想掹咯。加上咧香港好多時就係幫佢改背扣啦、肩帶啦，咁呢度連前面嘅 lace 都可以改，咁都係會令成件事貼好多啊。另一樣咧，佢係好幫到個集中度嘅，而呢樣咧我係超級中意嘅，因為集中啲咧，其實成個人咧睇起上嚟係瘦好多噶。功能方面，除咗提升等佢唔好掉，集中啲唔好外擴之外咧，因為包得好，所以可以撫平背部多餘嘅肉，仲可以改善褲褲，無限次修改，每一次都係寄翻去台灣俾專業嘅師傅整。在香港买就方便，随时攞翻去尖东店，找店员度身睇下身形有冇变到啊，或者会唔会着到松咗，无限次改，直至到啲布料咧冇晒弹性，冇办法再改啦。好得意喎，喺香港寄翻去台湾度改，需要嘅时间仲短过台湾人喺当地改。咁佢正式咧系要除晒衫啦，完全连内衣都除埋咁样量嘅。我接受到，因为度身都系女职员。職員買鞋，你唔會著住對鞋去試鞋噶嘛？咁內衣都係，因為佢哋本身啲款都多啊，咁所以度咗我哋真實嘅身形，咁揀個啱嘅款，跟住再改咧，做出嚟嘅效果就好貼啦。尺碼方面，由比較細嘅70A 至到大到105I 都有，因為豐滿嘅女士咧就最難買內衣嘅，咁呢度都有選擇，俾媽媽餵奶嘅哺乳內衣都有。用洗衣机洗内衣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准备一个上下游硬壳的洗衣袋。我们要放到这个洗衣袋里面去之前呢，内衣一定要勾勾勾起来，之后呢拉开对折，对折之后把这个肩带放进去，然后丢到洗衣机里面洗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如果是手洗内衣的话呢，要先准备一个脸盆，然后倒一点清洁剂，中性的清洁剂，专门洗内衣的，然后嘛把这个内衣呢浸泡在里面，建议一般客人可以浸泡3到5分钟。那起来的时候呢，再用这个排扣这个地方去搓揉这个杯子清洁它，绝对不可以用刷子去刷，因为内衣是纤维做成的，那如果你用刷子去刷的话，会让这个内衣的这个纤维网子破坏掉，那内衣很容易受伤。那罩杯的地方呢，罩杯的地方绝对不可以这样子压，这样压内衣很容易变形，一般会建议稍微把水分挤出来，或者准备一个毛巾稍微干压一下就可以了。那晒的时候呢，打开排扣解开，夹在这正下方，这样内衣就不会坏掉了。